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我们包括能够赏我们各做元宵亲手去体验做元宵，包括我们一些手做的产品，包括我们元宵节的一系列的活动。元宵节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在元宵佳节来临之际，祝两岸的同胞元宵佳节团圆幸福快乐，谢谢。人亲土亲，两岸一家亲，支持元宵全系。 很感谢济南市政府为两岸台胞呢办理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让所有的台胞台商对于山东的一个手造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祝福所有两岸同胞有更美好的一个未来，然后在今年两岸的交流能进一步的扩大，然后让两岸的未来呢。 有更好的一个交流，促进两岸同胞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在此祝福大家新年行大运，感谢感谢。大家好，我叫吴一平，我来自台湾高雄，目前呢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一名研究生，那么在此这个元宵佳节呢，受这个济南市台办的邀请，来参加了两岸一家亲。 这个全茶花香的文化交流活动在这里体验到了平常不经常这个参加的活动包括这个煲汤圆、体验八段锦、观看了神奇的中国传统魔术，那么给我带来了一些非凡的体验。这个也是希望这个海峡对岸的台青台胞们能够多多来大陆来体验我们咱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值此元宵佳节，在这里祝福各位两岸同胞阖家幸福安康、平平安安、团团圆圆。